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梦想成真不会遥远，鼓起勇气坚定向前，奇迹一定会出现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，穿越时空接近旋律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太平洋的海底突然隆起了一个神秘的超古代遗迹，从那里出现的邪恶魔鸟怪兽佐加支配了整个天空。虽然迪迦奥特曼和丽娜一起把它消灭，但是马上回基地，佐加侵袭日本了。怎么可能啊，他不是刚死吗？你觉得我们能赢吗？如果我们的命运注定最终要灭亡的话，这是什么命运？我们一定要改变它。发生什么了？那个大黑影是什么东西？总部，总部，海豚二零二号，快回答！绝景新城，海底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佐加朝首都中心攻来了。是日本，世界其他地方呢？是。怎么回事？怪兽飞得比我们还快。 TPC 美国支部的布鲁特队全军覆没了。啊，天哪，怎么了？这不可能的。出了什么事？有东西侵入我们基地了。你说什么？大虎，你看基地黑雾。你说什么闯进来了？马上通知警务局来处理。
可是没什么东西被破坏，安全防御系统也没有启动，而且也没有质量的反应，不可能，实在太奇怪了。怎么了野瑞，冷静一点。基地的底下有东西往上冲上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基地已经被黑雾封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不可能的，我不相信。别瑞，千万不要慌。我现在切换到辅助系统。F 四机库出问题了。上领队总部，上领队总部，机库的职员在雅格利斯号里边避难，把雅格利斯号调上飞行轨道。明白，把 F 四机库的操纵系统输到这边来。好，把雅格利斯号调到二号轨道。联络下层部的警卫班。这里是司令室，第三区域，请回答。第三区域，我自己过去。大姑，明白。可恶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没事吧？大姑，快走！这儿紧了。指挥，至少先封住了黑雾。指挥，看来用物理的力量是没有办法阻挡他的。我们走。队长，照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在基地。难道我们要丢下这个基地逃命？绝对不行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总监，请您下令。人命第一，让所有职员到雅克迪斯号去避难，这是命令。是。警务局留下来，我绝不会轻易拱手把基地让出去的。难道还不明白吗？这种怪异的空气。基地内的职员，请尽快前往雅格迪斯号避难，尽快到雅格迪斯号避难。这是怎么样？各位请注意，在接到指令前，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地方。让我离开！放开我！空气中的黑雾浓度不断增加，出去太危险了！放开我！不要阻止我！冷静一点！冷静一点！让我们出去！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！请冷静一点！先坐下来！我让出去！让出去！冷静！冷静！出去！我要走！先坐下！冷静一点！电子邮件也不通啊！支书，队长，总监。赶快撤退吧！雅克迪斯号已经进入轨道，基地内的避难工作也已基本完成。赶快启动 MAX 动力系统，太晚的话就启动不起来了。是。泽井，去吧。在这个基地，我投入了这么多心血。虽然它不会动，不过也像一艘船一样。我要留到最后。胡说什么？奋斗的前提条件是。你必须活着。总部，总部，请回答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不死心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那团黑雾把无线电信号全遮断了。你倒是耐得住性子。
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无法跟外界联系，也无法浮上去。火气不要那么大嘛。为什么？氧气就要用光了。我也开始讨厌大海了。啊！啊！星城，怎么了？这家伙终于开始行动了。太平洋上出现怪兽，这就是黑暗的支配者，他要把整个世界吞没在黑暗之中。这个家伙就是他放出的黑雾。卫星通信已经不能用了。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已经到这儿了，队长。我以胜利队队长的身份下令，所有队员立刻登上雅克迪斯号。几个，既然在这个房间里，也只好听令了。也向警务局下令撤退。你怎么了？我要一个人去。不行，你们先走吧。可是，求你了。好吧，走。当我第一次看到奥特曼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遇到了上帝，觉得他可以把人类导向正途，但事实好像不是。后来我才了解到，奥特曼既是光，也是人类。队长，所以大古队员，你没有义务去面对一个根本赢不了的敌人，你应该听懂了吧？根本赢不了，我听不懂。是啊，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也变得不再相信命运了。一定要赢啊！以人类的身份。什么？琳娜，把大家从基地救出去是你的工作。没问题吧？你一定要赢啊，迪迦奥特曼！大古，赶紧把 Max 的动力充满。好。大家都没事吧？现在连仓库都挤满了 TPC 的队员，这就像圣经里的诺亚方舟。黑雾已经逼近二号轨道了。什么？动作要快。举监会队长在干什么？回来晚了，琳娜，快！掌握操纵杆是你的工作。明白。充电达临界点97%，还有10秒钟。
原来队长也知道。我相信力量，不仅是迪迦的力量，丽娜，我们也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。Max 动力系统充电完毕。雅各迪斯号，开始出动。不必要的话你就不要跟我说了，泽京。总监，雅各迪斯号到安全的地方后让我下去，我要去救海豚号的队员。谢谢你，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提出了太多的要求。当时我答应接管胜利队的时候就做好思想准备了。就是这样，你真的好厉害。成功了，地上拨的模拟通信系统还可以通。我现在把图像输进来。迪迦，没用的，根本赢不了他。迪迦，加加加油！迪迦加油！迪迦加油！迪迦。
快收到。原来大古就是迪迦。大古，大古。迪迦奥特曼失去了光，又恢复到了石像的模样，把光夺回来。迪迦，人类是否会像超古时代一样，面临走向灭亡的命运呢？怪兽佐加在燃烧着的街道晃来晃去，邪恶之神加坦杰厄把大古封在了黑暗之中，快给予迪迦光芒！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最后一集，致以辉煌的人。